乐冈信用合作社今仔日举办江滨分社兴建工程的动土典礼，由理事主席带领李干事甲干部做伙上香祈求，希望未来时间的过程一切平安顺利。由理事主席担任主席，做伙来祈求规个工程平安顺利。为着提供社员搁较侪、搁较好的服务品质，乐冈信用合作社是准备兴建一栋江滨分社，并且伫十二号早起举办动土典礼。我今日乐冈信用合作社当兵江滨分社啊，要来动土，要来起大楼，啊，要来服务咱北投这方面的即个员工顾客吼、哦。啊，我希望讲啊，即、這個、大楼起起来啊，会当啊，予带动地方的繁荣，啊，业务有法当顺利进展，啊，予各位啊，咱的客户。啊，较方便啊，来做这样个为社会来服务，为顾客来服务啊。咱乐信的宗旨就是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哦，这是阮的宗旨啊。阮员工绝对大家真正拍拼啊，来努力啊。阮干事主席啊，甲遮李干事啊，过大家真正支持哦，这江滨的来兴建。啊！我祝今日你的这动土会当一切平安顺遂、圆满成功。这栋江滨分社占地大约80坪，预计开4000多万，起一栋关山站的大楼，未来将会当提供附近的居民更加优质的服务空间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乐冈采访报道。